啊，不是啦，我现在宣布，你们正式成为夫妻了。白雪啊，切，又是你该死公主，活口门，大闲话。
哎，博士，我突然很想听一个笑话，哎。笑话？对人的啦，最近刚研究几个有关于动物的笑话。哎，好，那等一下让你说说看，然后请下面的同学当评审，如果不好笑的话，他就再讲第二个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喜欢你们，好。好。有一天，有一个 gay， 有个 gay 穿过了山洞，穿到了山洞，他就变成穿山甲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哦，哎，想，大家觉得可以吗？想听第二个，快点，他们想听第二个。第二个更烂，对不起。有一天，有一只海狮，我跟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渴死了。”雪马和动物们的森林大战，欢迎他们。What the fuck say?
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刚刚有一个很正的小妞，一看到她我就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嘿，刚刚孩子们，你们这样吵吵闹闹成了体统，这让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四个的故事。不要再讲故事了啦！简单的说，当我们拥有奇怪能力的冰雪女巫来占领我们的森林，还打伤了我们好多人。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！没关系，你们还有我呢。传令下去，明天日落时分，在总兵馆二楼，我们决一死战。叫你们那个拥有冰雪能力的女巫出来。我对你一见钟情了，请你嫁给我。Incredible stories. But
Time is money。相信各位同学也想回到教室复习将近的大考。Whatever， 还是鼓励大家要珍惜时间和一切。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 all， Thank you so very much。其他同学扫戏之后就站，扫戏。想不到吧？